日本常常出一些千奇百怪的扭蛋，其中也有许多扭蛋因为实在太而红到台湾来。这次要介绍的就是全新的迷你扭蛋机扭蛋。咦，迷你扭蛋机不是早就出过了吗？别急 ，Q 的这次的扭蛋机可不一样，因为它竟然真的可以扭。玩具商 Bandai 过去就曾出过 1.12 分的迷你扭蛋机，但只是造型而已，不能真的扭。这次 Bandai 又推出复古造型迷你扭蛋机，以古早味的旧型扭蛋机为原型打造。最大的亮点是，竟然真的可以投钱扭蛋。这款迷你扭蛋机必须自己组装，分成150、10日元硬币三种。每一颗扭蛋除了机器外，还附两颗迷你扭蛋用来开扭蛋机的钥匙跟一张写有价格的贴纸。可以利用扭蛋机上方的装置长度来辨别这台扭蛋机是吃几元的，然后自己为它贴上价格。投钱扭蛋真的扭出来了，想把钱回收的话，只要把下盖打开就可以看到咯。